很多，要先看一下吗？好，就是从福建招募很多人来采矿。所以说那个东风嘛。对。哦，你知道他们那些人就降下来，下到水帘洞。哇，那个高级路线哦，我不敢走。不过我说实在，真的很漂亮啊。老实说，我还不知道水南洞是在下面。Exactly， 就是水南洞。它为什么叫水南洞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从小就这样叫。就这样叫。嗯。这天气好的话，拍的照片会更漂亮。嗯。我们那皮头角都看得到。哪里？那边。哦。哎，对。在有看到，看到，站在这边。比丘角很漂亮哎、欸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人家说比丘角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嘛，还是说是从地图的角度来去看？从地面的角度或者海面的角度看，应该不是从地图。OK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角度看，其实也不错，也不错。嗯，它有点像悬崖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啊。它是悬崖嘛？嗯。我们待会会经过，我们会经过鼻头角，可以经过，okay。 但是如果不下车的话，就走不到他那边。今天天气其实还不错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不会那么热。太阳的话就会晒。对啊，但看起来不远。不远。